在基隆一间宠物店，有一只贵宾狗狗叫小花，一看到人就会 stand up， 会站起来，而且扭腰拐臀跳恰恰，最多时间呢可以热舞持续15分钟。画面上你看到不是电动玩具哦，不过路过的民众看到它好卡哇伊哦，忍不住拿起手机来狂拍，在网络上引起热烈回响。噔噔噔噔，哦哦哦，这很好笑，哎，你的手还会挥哎。笼子里的狗狗双脚站立，前进后退，扭腰又摆臀，手舞足蹈。哦，你真的好会跳哦！哎，真可爱哎！哎，它怎么那么会跳啊？还会扭哎！听到被称赞，狗狗跳得更起劲，手挥呀挥，肩膀动啊动，就像在跳恰恰。我们干脆来帮它配个乐。实在太可爱了，这只会跳舞的狗狗被民众称为狠角色，超想把它买下来。不过宠物店的老板说什么也不肯割爱。其实养那么久了，舍不得卖，这是我们店的宝贝。老板打死不卖，非卖品的跳狗狗是少见的花贵宾，叫小花，才8个月大，已经是店里的人气王，每天都有超多粉丝来看它。曾经一口气就跳了15分钟。慢慢慢慢慢。扭扭扭扭扭！小花一看到人就会兴奋地站起来跳舞，招牌的恰恰舞姿已经让她风靡整个基隆宠物店。你还要跳？哎哎哎！小孩小孩小孩小！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